做手账的时间了。今天这支手账呢，主要就是上个月跟大家说的拼贴的手账，然后用的这些材料呢，都是我平时信箱里边留下来的一些广告啊，或者是网购的时候留下来的好看的一些包装纸。做这个主题呢，是因为十一月份天气凉了下来，也是温哥华阴雨绵绵的季节。如果这个时候能在家里边喝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然后追个剧，看个综艺节目，那当然是最幸福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想十一月份就画咖啡的主题吧，就是一张旅游广告的封面，把它剪成咖啡杯的样子。用剪贴的方法的话，能够让你用一个比较简洁的办法，就能够得到一个特别好看特别复杂的图案。因为我选择的图案是特别好看的一个红金配色的大门这样的花纹，所以呢，我的字体选择的也是金色的字体。在淘宝买东西的时候，不知道是哪个东西上面撕下来的一个银色的小贴纸，因为它是银色的金属光泽的，所以我就把它剪成了我们平时烧水用的水壶或者水杯，因为我们平时烧水用的水壶也是这样银色反光的材质的，把它贴在了我们的本子上面呢，就会有一个特别好看的反光的效果。这页的其他颜色呢，也依然选择了和我们主题贴合的咖啡色。前面两三个月不同的方法，就把每天的日子画成了一粒一粒的咖啡豆。如果每天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把那颗咖啡豆给它填成咖啡色，这样的话就来记录我们每天应该保持的好习惯。这边呢，我用不同的咖啡杯代表每一天，让咖啡杯变成我每一天的情绪的载体。和之前不同，我不是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情绪，而是用咖啡杯的承载量来代表每天的情绪。是 training plan 和 ideas， 我把 training plan 这次改成了十一月份的目标，因为我现在减重已经到了
差不多的目标体重，所以就没有那么多的训练需求，所以就把它变成了十一月份的目标，督促自己要达到这些目标，不只是减重上面的。然后这页我找到的是一张特别好看的，也是一张旅游广告，它的图案呢就是特别好看的一个冰山，冰山这个图案把它剪成杯子的形状的话，就特别像青花瓷的杯子，有没有？所以呢，我就用它来做这一整面的色彩和形状的规划。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用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得到需要画画用很多很多手法才能得到的一个青花瓷的杯子和字体纹理。所以大家平时如果看见好看的广告或者是包装纸的话，可以把它剪下来收集起来，在制作手账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它利用上，既不浪费又环保，又能够让自己的手账多了很多新的表现形式。的 weekly spread， 每次我的 weekly spread 用的都是比较简洁的版面，因为我要写很多的字，所以我就不希望它的图案太过复杂。所以这一次呢，就画了每页七个这样的外带咖啡纸杯，把每天分割开来。这样的话，既贴合了我们咖啡的主题，又显得比较装饰性，比较的简洁现代。剪贴咖啡主题的手账呢就画好了，希望这支视频呢能对你有所帮助，也希望这支视频呢能给你带来一些做手账上的小灵感。那么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大家拜拜。